各位同学，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和偶益大师的《大乘起心论列王书》。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学习这个利益分解释分当中的这个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解释分当中分成三部分，一个是显示实义，第二对治邪执。第三是分别修行正道相。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呢，第一部分显示实义。显示实义当中呢，又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总标二门，第二个呢是各释二门，分别解释二门。第三一个呢，在结尾的时候呢，表示开示呢，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离开这两个门。现在呢，我们呢这个。总标二门已经学完了啊，就是两个门，一个真如门，一个新生灭门。那么现在我们呢，就进入到各释二门。各释二门呢，又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解释新的真如门；第二部分呢，解释新的生灭门。那么解释新的真如门当中呢，又分成两部分。一个呢，就是解释这个新的真如相。第二一部分呢，就解释这个真如相呢，就是大乘的体。那么解释新的真如相啊，又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呢正权法体啊，就是正式的解释这个真如法的这个法体啊。第二部分呢，明随顺悟入，就阐明我们怎么样悟入真如。那么第一部分呢，正权法体当中又分成两部分。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呢，第一部分叫戒言权法，我们用语言来诠释来解释这个真如法。第二部分呢，显法离言，告诉第二部分就解释真如啊这一法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呢出戒言权法，利用语言来形容真如，来解释真如。还没有进入到第二部分啊，就是显法离言，就显示真如是离开语言的，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进入的是第一部分，戒言权法，凭借语言来描述啊这个真如法。这一部分怎么说的呢？啊，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是故诸法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说明真如。啊，这是起心论的原文。这段文字呢，偶益大师给的这个判为呢，叫做戒言权法啊，借助语言来解释真如法。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学习这一段的偶益大师的开示，就是《列王书》。我们上一讲呢，一起学习到了这儿啊。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偶益大师就对这一段啊，戒言权法啊，凭借语言来解释真如法这一段的《列王书》呢，再给大家啊一起学习。心啊，就是心，那不是我们上一讲学到这儿哈。心即指众生现前戒耳心，戒耳之心。真为其性不妄，以非肉团，亦非圆影，非有内外中间过现未来分际方宇等妄相故。如为其性不异，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无别异故。盖真如不变随缘，举体而为众生现前戒耳之心。此心随缘不变，
仍即真如法界全体，故云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也。啊，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也，我们解释过啊，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也，我们学习到这儿了，上讲。那么下面啊，我们继续学习欧益大师的《列王书》。那么下面呢，欧益大师就开始解释什么叫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那么从来无二，欧益大师说，从来无二，就从来没有过二啊，一直就是一，强名为一啊，从来没二过啊，所以勉强的管它叫一，强行的管它叫一。其实一啊是相对于多啊，但是在真如里边呢，没有一和多这个概念，因为它从来没有二过啊，所以我们叫一。它有过一吗？也没有啊，没有我们说的那个一，一个东西两个东西这个数量，因为它从来没有二过，所以我们勉强的管它叫一，一法界啊。那么法界呢啊，强名为一，诸法本源啊，就是心的真如是诸法的本源啊，所以真如从来就没有二过，所以我们管真如叫一啊，都是强名啊，勉强的用语言来形容它，本来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真如一啊还是二啊，那因为它从来没有二过啊，其实说白了，一上不可得，怎么会有二呢？啊，所以不得已用一来形容它。诸法本源，它是所真如啊，心的这个真如啊，心的这个真如是诸法的本源，所有法的本源是真如啊，就和所有金器的这个金子是金器的本源，没有这个金子就没有金器。啊，就叫诸法本源。那么强名法界啊，勉强的管它叫法界啊，就是所有语言来形容真如都是很勉强啊，都是勉强，因为它是诸法的本源，所以呢，我们管它叫法界啊。我们一说一给文字啊，就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啊，法呀，界呀，但是没办法。我们不借助语言来描述真如，我们又没法理解真如啊，所以不能执着这些，不能执着这些语言和文字和概念啊。诸法本源，强名法界啊。那么绝代无外啊，绝代无外，大啊，强名曰大啊。绝代就是绝对的意思啊。什么叫绝对呢？不依据啊其他条件而存在啊，不受任何限制啊，不依据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这叫绝代啊。那么就讲的是真如是绝对的啊，是绝代的啊，不需要别人的存在它才存在，不需要任何条件它就存在，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说叫绝代。无外呢，就是真如以外没有别的啊，你要说真如以外还有别的，那就相待相对了，你要真如和另外一个东西就相对而存在了啊。绝代就是没有在他以外的任何东西跟他相互共同存在啊，从他存在的条件下，他不依据别人，同时在他以外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跟他同时存在，这叫绝代。无外啊，真如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就这意思。强名曰大，这个大大总相的大，就这个意思。
啊。那么一相无相啊，这个总相叫一相无相啊。总相就是所有这些法啊，所有真如，真如是所有法的总相。嗯，啊，那真如有相吗？有相，什么相？一相。什么叫那一相是什么相呢？无相，这是形容真如的啊，大总相啊，就说真如，你要说它这东西勉强啊，你勉强用语言来形容，真如是一个东西，它总有个相状啊，那什么相状呢？大总相啊，为什么叫大呢？它的存在啊是绝代无碍的，强名曰大。一相无相，无差别相，强名总相啊，勉强的用总相来形容它的相啊。那么一相，那我们就会执着哪一相啊？无相啊，无差别相啊，无差别相啊，真如和真如之间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人和人之间有差别啊，东西和东西之间有差别，它没有差别。强名总相，勉强的管它叫总相。可轨可持啊，强名为法，这就讲到法了。可轨，轨生误解啊，可轨生误解。那么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一把刀子，一看到它以后，你就能产生这是刀子啊，这就是对它的理解。真如也能产生对它的理解啊，也能产生对它的理解啊。同时呢，可持，它持有自体啊，持有自性啊，可以把握得住，就这意思啊。可轨可持，它持有自体。你像竹子有竹子自体啊，水有水的自体啊，这就可持，持有自体的意思啊，持有自己的特性啊。所以强名为法啊，因为法呢，就是法的定义，就是什么叫法呢？这个东西可轨可持叫法啊，可轨可持叫法。那么无所不通啊，无所不通，强名为门啊，就是真如这个东西啊，啊，真如这个东西，它的是通往一切法的门径啊，一切法都是真如。你找到真如，就找到一切法，就能通入一切法啊，强名为门。所以叫做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我们再学习一遍啊，为什么叫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呢？欧益大师说，从来无二，就真如啊，从来没有二过，其实也从来没有一过啊。那么强名为一，诸法本源啊，所以强名法界，用法界来形容它啊，勉强用法界这名字来形容它，因为它是诸法的本源，绝代无外啊，在它以外没有另外的东西，没有东西跟它一块相互存在，绝代无外啊，所以强名曰大，所以勉强的管它叫大啊。其实大相对于小来讲啊，那么根本就没有小跟他比，那你说他大，你跟谁比他大呀？但是你又不用我们这种相对描述差别的语言来描述真如，你就没法说他了，所以管他叫大啊。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他是很大的，他没有我们脑子里那个大的概念，因为我们大的概念是相对于小来说的，我们所有的语言文字跟心里的琢磨啊，动心思全是差别，而真如没有差别。
啊，我们用差别的这些东西来描述一个没有差别的东西，所以叫勉强。啊，所以强名越大，一相无相，无差别相，强名总相。啊，因为我们生活的都是有相的世界当中，啊，什么东西都有形状，什么东西都呈现体状，啊，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一说到真如，我们也想真如什么样呢？啊，一相就一相，啊，不是二相，没有两个相，真如，真如只呈现出一个相。如果说你要非要说它有相的话，那就是一个相。那一个相也是相呢？无相，没有相，没有相是它的相，啊，你说真如什么相？有一个相，什么相？没无相，无相也是相，啊，无差别相，啊，真如没有差别，强名总相，可轨可持，强名为法，啊，它能鬼生误解，能够产生，啊，对真如的理解。能够被认识，能够被识别，叫可轨，可持，持有自性，持有自体，啊，持有自体，是独立存在的，是真正存在的，有本质的，不是虚妄的，叫可持，啊，有自体。那么强名为法，啊，我们管它叫一法，无所不通。强名为门啊，无所不通，强名为门，无所不通就没有什么东西它不能通过的，通到的。你找到真如，就找到所有通往一切所有什么东西，就是这法啊，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大的、小的啊，有形的、无形的啊，精神的、物质的，它都能通。啊，所以我们管真如叫门，啊，叫真如门。那么欧益大师举例子了，譬如大海，比如是大海，啊，举体成欧，啊，大海上欧呢就是水泡的意思，啊，大海上有水泡，啊，举体成欧，整个大海的体。啊，形成了这个水泡。啊，那么举体成欧。啊，换句话说，这个水泡就以大海为体。啊，这个水泡之外，除了大海之外，作为它的体，它没有别的东西形成这个体，形成这个水泡。啊，举体啊，譬如大海，举体成欧啊，啊，不要想的是这么大一个海成这么一个小泡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么大的一个海，整个这个海形成这一泡，那你又有大和小的概念。他讲的是这个水，它的体就是大海啊啊，那么。言辞一欧，言就是研究的意思，精研啊，精研啊，精研，精确的、精细的研究啊，考察、分析这一个欧，这一个水泡，别无字体，它没有字体啊，唯览大海失性为体。他只是懒，就是靠着，凭借着，他只是凭借着大海的诗性作为他的体，啊，那么只此一欧诗性，就这一个水泡的诗性，便是大海全体诗性，啊，那么你像这水泡的诗性，是不是就是全体大海的诗性？那绝对不会说这个水泡的实性跟大海的实性有差别，没有差别。那么这个水泡的实性
就是大海的全体实性，大海的全体实性，这个全体的实性都在这个水泡当中，就是水泡的实性，水泡的实性是整个大海的全部的实性，这就叫举体成欧。换句话说，举体譬如大海，举体成欧，不是大海的这个大海的量变成了这一个水泡，是大举体，是整个大海的全部的，举就是全部的意思，全部大海的啊湿性啊这个体都在这水泡当中啊。所以他说只此一欧湿性，性就是这个大海体啊，大海的湿性的全体形成了这一个水泡，这个水泡自己没有自己的体啊，不要想这个水泡它有自体，这个水泡的体就是大海的湿性体啊，就是大海的湿性。那么它只是靠着大海的湿性啊作为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体。那么就这一水泡的湿性，就这一个水泡的湿性便是啊大海全体的湿性啊，更非有二性，再也没有第二个性了啊，再也没有第二个性了。所以水泡跟大海的湿性是一个性啊，没有第二个性，同一个性，更非有别相故，也再没有其他的相。从性上来讲是一个实性，从相上来讲啊，从相上来讲更非有别相故，没有别的相啊，就是实性所呈现的相啊。那么这是举了这个大海啊，大海上面的水泡，那么我们这颗心就相当于大海上，大海上面这个水泡欧啊，有这么多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心，就相当于有这么一个海，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水泡，很多很多的水泡，就相当于很多很多的众生，所有众生这颗心都是真如啊，都是真如的全体，每一颗心都是真如的全体啊。那么这颗心的真如性就相当于水泡的实性啊，这颗心的真如性跟整个真如的性是一个性，没有二性啊，而且是全部的真如的都变成这颗众生心，就相当于全部大海的实性变成这个水泡的实性啊，众生的心性就是真如性，是真如的全部的性都在这个众生这颗心里边啊。那么我们众生这颗心更没有其他的性了，就是真如性，我们真是真如相啊，也没有别相，就是无相，一相无相，我们这是众生心。又如日光，偶一大师接着解释，又如同日光啊，举体入戏啊，整个这个光的体性全部，这个戏什么意思，就是缝隙啊，我们这个缝隙当中有日光照进来啊，那么举体入戏，整个这个光的光性啊，都通过这个缝照进来，性有没有排斥在缝以外，那么细的缝会不会有些什么性被排除在这个啊，这个细透过这个光，这个缝隙这么窄这么小，那么这个日透过来这个光，它的光性跟外边的日光是不是有差别，是不是少点啊，外边的日光的这个性多点啊，光性没有，举体所有全部的日光的光性
啊，全部通过这个缝隙啊，这点小光啊，通过缝隙照进来光，这点光就全部包括了太阳的光性啊，矩体整个啊，这个明亮的光体全都包括了。所以欧一大师说，又如日光矩体入隙啊，整个日光的这个体进入到了缝隙当中，这个体不是说整个太阳进入到这个里边，它的光的量体光体进入到这个里边。沿此细光，你研究啊，这个缝隙所透进来的光别无字体，它没有字体啊，唯览日轮光明为体，它只是凭借着日轮的光明作为它的体，对吧？啊，这个缝隙所透出来的光，它没有字体，它是靠着啊，它是用啊日轮，日轮就是太阳啊。为什么叫日轮呢？因为太阳呢，它的形如同车轮啊，而运行不息啊，东升西落，东升西落。所以呢，管它叫日轮，像轮子一样啊，因为它老在动嘛。那么唯览日轮，就是太阳的光明为体啊，这个缝隙里的光啊没有字体啊，就是凭借着太阳的光作为它的体。那么它的这个光明跟太阳的光明有区别吗？欧一大师说，只此一系明性啊，就这个一个缝隙的这个光的明性啊，就相当于水的湿性，便是日轮全体明性啊。那它这个一个缝隙的啊，这个光的这个明性，跟太阳的明性，太阳光的全体太阳光的明性，阳整个太阳的光的明性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啊，只此一系明性，便是日轮全体明性，就是太阳光的明性。不会说你这个一系的这个一系啊那么小，太阳那么大，从性上来讲有差别，这个明性没有差别，光的明性都是一样的，全体。啊，这个小缝隙透出的光的性不少，整个太阳的光啊，尽管太阳很大，它的那个明性也不多啊，更非有二性啊，是它的全体。那么太阳光的明性跟这一系一个缝隙里边光的这个性啊，没有二，是一个性啊，是一个性啊。那么更非有别相啊，都是一种亮相啊，光很亮很明，性是全部的性啊，没有二性，大家都是一个明性，而且缝隙的明性就是太阳光的明性的全体，没有二性，同时也没有二相，却就是一个明相啊。水泡啊，是它有湿性，它的湿性跟大海的湿性啊一样，是全体的实性啊，不是实性的少部分，同时没有两个实性，同时都是一个实相，没有别的相啊，它都是一个明相，都是一个实相啊。所以从性上来讲我们可以叫真如啊，从相上来讲也可以叫真如，就真如相啊。那么这欧一大师举了这两个例子来解释啊，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那么欧一大师接着说，以心本性下，这不是这段话吗？哈，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等等等等。这就是啊，以心本性下一直到结束
啊，从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等等等，往下往下，唯识以心，说明真如故。到这儿，是成此意，来解释，啊，来解释什么呢？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的意思是什么？啊，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是个结论。那么，怎么形成这个结论？要解释。啊，所以下边就解释了，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啊，心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啊，以知道唯识一心，说明真如，是解释这个结论的。那么偶一大师啊，这个列王书就对这个解释啊进行了著述啊。以心本性下是成此意啊，解释啊这句结论的意思啊，意义道理，为是这么说，以众生现前借耳心之本性，以这边的意就是因为众生现前的借耳心的本性啊，前无始，前面没有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开始，一直就存在啊，前无始，你有始和无始，前面没有开始，故不生啊，前面没有开始，有开始它才生出来啊，没有开始你能说它生了吗？啊，故不生。后无终，往后什么时候结束啊？这颗心也没有结束的时候，没有结束，那它就不灭呗，结束了它才灭掉啊。啊，所以众生这颗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你要说一个事物的存在，它总有开始，总有结束。我们这颗心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啊，所以不生不灭。它没有开始，它就不是说它是生出来的。啊，众生这颗心不是生出来，是什么东西生这颗心呢？啊，它不是别的东西生出来的。你要有开始，那就有，就是它就有出生嘛。你看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了，分娩之后，这孩子开始了。是生啊，我得病了叫生病，这病原来没有啊，由于自己不注意身体健康生了病了，病又开始。这颗心没有开始，但是它存在，这就不好理解。有存在总得有开始，不是它有存在，但是它没有开始。那从什么时候它存在啊？没有开始，有开始就要做生。啊，所以他如果这颗心要是被别人生出来的，那就不是绝代了，他是依据别人而存在的。这颗心绝代无外，大，这个大偶一大说绝代无外啊，他不是依据于别人，孩子是爸爸妈妈啊给生出来的，所以孩子不能说绝代，是有条件的。这颗心不是别人生的，所以我们是要自性啊。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开始。什么时候灭？没有灭。所以啊，后无终，故不灭啊，前无始，故不生，后无终，故不灭。偶一大师举例子了啊，譬如虚空，比如像虚空一样，非是暂有，不是暂时的有啊，这个虚空永远存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它暂有的意思就是一个时间段内存在。那么既然你有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开始，这个时间段有始，
就有中。那说虚空啊，举个例子，这虚空就相当于我们心的这个真如，就相当于我们众生这颗心啊，非是暂有，它不是暂时的有，不是一个时间段上有，非可暂无，也不可以，不是暂时的存在，也不能暂时的灭掉，说我这一段时间没有虚空啊，就这意思。所以暂是讲的暂时的意思，它不是暂时的存在，也不是暂时的消失啊，它永远就这样。而后一大说，而亦不同虚空，同时它跟虚空又不完全一样，因为什么呢？啊，你说我们这颗心又跟虚空，你拿虚空做比喻，虚空啊不是暂时的有啊，说只有三年，只有五年啊，只有一百年，只有一千年，不是？那你说这虚空也不可暂无啊，啊，你说暂时的不存在了啊，虚空消失一年，消失一千年没有？啊，所以虚空来比喻我们这颗心比较贴切啊，有共同点。而亦不同虚空，但是跟虚空又不一样，他怕执着，你就执着，哦，我们这心像虚空一样空的啊，像虚空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又不同虚空呢？而亦不同虚空，为什么呢？因为又而亦不同虚空对色所显之相，虚空的存在是相对于色而存在的，是色就是有障碍，有止碍的一个东西，比如这本书，这本字典有止碍，你能阻住它，那旁边没有止碍啊，这你看没有挡不住，这就挡住，这就挡不住。那么挡不住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色来说，这边叫虚空。所以虚空的存在一定是依据于有一个色法在它旁边，色法的旁边叫虚空啊，所以虚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是依据于色它才存在，没有这个色就没有所谓虚空，就会没有左就无所谓右，没有右也就无所谓左啊，所以虚空呢不是绝对的啊，虚空是相对的，相对于色来讲，色的旁边叫虚空，所以虚空对色所显之相啊。那么虚空的相完全是有相没有？有，它的相怎么来的呢？完全是因为有个色法，色法的旁边叫虚空，所以虚空这个相是依据于色所显出来的一个相。虚空有相，虚空相就是没有色法那个地方那个相叫虚空相。虚空什么样子？没有东西那个地方那个样子就是虚空的样子，有东西了那就是东西的样子，没有东西了那个地方空的啊，那么那就是虚空样。那么你这个虚空的样子那不是绝对的呀，啊，不是独立的啊，是完全因为有一个相是色相，而没有色的时候那个相叫虚空相，所以你的虚空相是相对的，相对于没有色的时候这个条件下你才能够你所现那个相叫虚空相，如果有色呢你那个相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虚空相跟色相是相对存在的，没有色的地方叫虚空相，有色的地方就叫色相啊，所以也不同虚空对色所显之相。为什么呢？我们这颗心没有对谁啊，你可以用虚空来比喻不生不灭相啊，以心本性不生不灭，心有一个相叫不生不灭相，然后他用这个心来比喻，用虚空来比喻这个心啊，那么这个虚空呢不是暂有也不是暂无，可以啊啊，还比较贴切描述这颗心的相，不生不灭相。
但是他提醒我们，虚空这个所谓不生不灭相，它是这个相是相对于色相而提出来的。如果没有色相啊，也就没有虚空相。所以虚空相是依据于色相啊而存在的，它是相对的。而我们心的这个不生不灭相是没有，不是相对的啊，不是相对的。故不得已，所以呢没办法啊，强名为强名他，强名知，这个知就是我们的心相啊，强名知为不生不灭相，所以勉强的管它叫不生不灭相。你要非要说心要有什么相啊，那你说我们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相啊，你要说这个心，众生的心呈现出什么相，勉强的说叫不生不灭相啊。为什么这颗心本来没相，为什么你管它叫不生不灭相呢？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心呢有一个特点，它前面没有开始，它不生，它后边也没有结束，它也不灭。你要说非要说它有个相，那这算一个相吧啊，不生不灭相啊。那你要说心你也见不着，我给你举个例子让你看看这个心大概的样子像什么样，像个虚空样啊，不是暂有，不是暂无。但是呢又怕你执着虚空啊，这个相虚空这个相啊，还跟这个心相不一样，不生不灭相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而虚空的相是相当于色来存在的，所以虚空呈现出这个相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相。而我们心的这个不生不灭的相不是相对的啊，不是相对的啊。此中应有问曰，那偶一大师就说了，如果说到这儿，那这颗心的本性啊，是不是这颗心啊，叫一法界大总相心真如，是什么东西呢？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它是一个体，是什么体呢？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那么为什么呢？说这个心的真如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呢？因为这颗心的本性有一个相，这个相是什么相呢？啊，不生不灭相。心有本性啊，心每一个东西都有性，火有热性，水有湿性，心也有性啊。心的性我们叫本性，心的本性啊，这个人的本性，火的本性啊，根本的性质，最基础的性质啊。那么心的本性有没有相呢？有相啊，心的本性这个性不生不灭，它呈现出这个相啊。以心本性，本心的本性什么时候产生的呀？没有开始。我这个心的本性什么时候结束啊？也没有结束。所以心的本性不由他生，没有生的开始，也没有灭的时候，也没有结束，它是这么样一种相。啊，那么火的本性是热，水的本性是湿，那么这个本性都有开始，都有结束。啊，而心的这个本性有性没有？首先它有本性，存在本性，有这个本性，那你就会问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本性？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它就不存在，存在但是没有开始，这就不可思议了啊。那什么时候结束？不会结束，存在，所有存在的东西都要结束，它存在但是它不结束。有生就有灭吗？它没有生它就没有灭，没有生你怎么说有这个东西呢？哎，这个东西就这样，不，它不靠生来的，
它也不是你能灭掉的。所以心有本性，你要非要说这个本性带什么相，那这本性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样子。那么此中应有问曰，那说到这儿了，这时候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问题啊？马明菩萨就说到这儿，马明菩萨想肯定会有人会提问题所以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这是马明菩萨对那个问题的解释，马明菩萨没把问题摆出来偶益大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是解释那个问题的。因为马明菩萨他很简练，当你读到这时候，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这时候你会产生的一个疑问。然后呢，马明菩萨没写这个问题是什么，他直接把结论、把解释给你写出来了。他想到你读到这儿会有问题，偶益大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说此中应有问曰，你读到这儿的时候就应该会有人提问了。经中佛经当中美言，美言就是总说，言就是说，总美言就是总说，心生法生心生起来法就生，心灭法灭心生了产生了法就产生了，那么心要灭掉了法就灭掉了，这是经中经常说的今现在现见，今现在，今天我们现见，我们当现，我们现在就能看见，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现在我们就能见到现见。一切诸法，所有你能眼睛看到的法，耳朵能听到的一切诸法，种种生灭差别各种各样的生灭差别，你比如说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等等等等，这些生灭的差别这些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一切诸法就在现见，就在现在我们就能看见一切诸法，所有的法就没有一法不是这样的种种生灭差别，这样各种各样的生生灭灭的差别，岂非即是心之生灭？难道这不是心的生灭现象吗？这难道不是心生灭吗？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那我看到这个法的生生灭灭，难道不是就是我的心的生生灭灭？你怎么能够说胡云不生不灭相也？你怎么能胡就是怎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说这个心它是不生不灭的？那经当中说，这是佛说的呀，心生所以法生，心灭所以法灭，你看到法的生灭是我们今天能看见的，一切诸法都生生灭灭，按照经说来讲，那不就是我的心在生灭吗法的生灭是一种现象，其实它的本质是你心在生灭，那么你怎么又说心不生不灭相也呢？你怎么又说我这心是不生不灭呢故今世曰，所以今天解释说，一切诸法就是马明菩萨这个起心论语的句子了，故所以今天我给你解释说，现在我给你解释说，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那什么？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一切诸法的差别是由妄念而产生的。法有什么差别？法有生相有灭相，生灭是差别，法互相之间有呈现出不同的相，也是差别。你看火有火相，水有水相，月亮有月亮相，太阳有太阳相，这都是差别。一切诸法
皆由妄念而有差别。啊，那么咱们就看一个法。啊，一切诸法互相之间有差别。就咱们考察这一个法来讲也会有差别。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啊，所以法和法之间的差别，一个法在这个存在的过程当中的差别，都是由于妄念而产生的。嗯，我们考察一个人，他有差别呀，生老病死，这就差别。啊，那么我们看色、物质跟精神是两法，有差别。物质当中的色、声、香、味、触，这五法有差别。啊，那么我们思想所对这个法的差别更大了。啊，贪嗔痴染法有差别，贪不是嗔，嗔不是痴。觉正净，净法也有差别。啊，觉叫智慧，正啊，觉是佛，正是法，净是僧，佛法僧，佛法僧有差别。那么净法有差别，染法有差别。纵观法的生出跟灭掉这段历史存在的这段时间也有差别。啊，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所有这些妄念，所有这些差别怎么样，都是由妄念产生的。本来是不存在差别的。啊，那么这些差别都是由于妄念而产生的。比如说心法、境法，心境两法。境有六尘境界，心啊是我们这颗众生的起心的这个心。啊，起心动念产生境界。那么境和心是二法，心有心法，境有境法。啊，那么心法不是境法，境法不是心法，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因为你有妄念造成的。若无妄念呢，境就是心，心就是境，没有差别，心境亦如。啊，心境亦如。一切诸法啊，染法、净法啊，色法、心法、色法之间啊，心法之间，你看我们说妄心有八个妄心啊，阿赖耶识、莫那识、意识、眼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啊，眼耳鼻舌身身识，这就是八种心法、心王法。这八种心王法有差别没有？有差别。这个差别怎么产生的？妄念产生的。啊，那么譬如欧维大师举例的，比如异目，异目呢，异就是眼病啊，异这个字是一种眼睛的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内障。啊，譬如异目，比如这个眼睛得了白内障，这个目是异目，是白内障的眼睛，望见空花啊，看到了，通过这个白内障，你往外一看，好像空中有很多的花，啊，为什么加个望呢？虚妄的，不实的，没有这个花，啊，叫望见空花。若离妄念。那欧益大师说，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譬如异目望见空花，啊，就如同我们的眼睛有白内障，通过白内障往外看，好像空中有花一样。若离妄念，如果没有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那么就没有境界的差别，六尘境界的差别，啊，没有心。跟境界的差别，境界互相之间也没有差别，心和心之间也没有差别，
则无境界差别之相。啊，那么就没有境界的差别之相。欧益达说，譬如疫病既除，比如这个白内障的病去除掉了，则无空花起灭相也。那么就没有空中的花在那升起、起生和灭的相了。啊，所以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对吧？所以我们再看啊，所以故今世曰：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譬如异目妄见空花，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譬如疫病既除，则无空花起灭相也，就没有空花的起灭相了。你没有妄念了，它就没有差别了。啊。是故，啊，所以心之真如，所以心的真如即是诸法之真如。啊，换句话说，这个是非常符合逻辑的。那么，既然没有妄念，啊，一切诸法就没有差别。啊，所以没有差别。就是平等，那心有真如，法也有真如，对不对？叫法界吗？这个真如产生了心，就和我们大海产生了这个水泡，同时这个大海还会产生其他的水泡，那水泡和水泡之间好像是有差别，这个差别是由妄念造成的。如果没有妄念了，这个水泡和那个水泡就没有差别了，就平等了。所以心有真如，所有的法也有真如。这个法的真如跟心的真如有差别吗？如果有妄念，那它就有差别。如果没有妄念，那么法的真如跟心的真如是什么？一个真如。法的真如跟心的真如是一个真如。啊，那么是平等的啊。是故心之真如即是诸法之真如，没有差别吗？差别是你妄念造成的，是假的，虚妄的，是不存在的。所以心的真如就是诸法的真如。啊，诸法真如即心真如，倒过来说，法的真如就是心的真如。啊，所以心跟法是平等的，都是一个真如。啊，心的真如跟这个法的真如没有两个真如。啊，没有两个真如，就是一个真如。心，那我们就给他研究心就行了。我们把心研究透了，我们就把法研究透了，对不对？因为心跟法是平等的，没有差别。那我怎么觉得有差别呢？是因为你有妄念，没有妄念，他俩就是没差别，那都是真如。啊，心是真如产生的，法也是真如产生的。那么心跟法有差别吗？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话，那我就把心研究清楚，是不是我就把所有的法都研究清楚了？对。啊，那我就研究我这个心呗。那我研究我这心，发现什么呢？即从本以来，我的心既然从本，本什么意思啊？本，我们上次说过，本，本就是本源，原始就是初，从有这颗心开始，啊，就是本源，原始，从这个心开始，从本以来，从有这个心开始到现在，性离语言。
啊，他的本性不能用语言来说。啊，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这是我们研究这颗心。啊，那么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所以，那么要这样的话，心是这样一种状态，心既然从本以来，它的性是离语言的，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说不清楚的，一切文字不能显说，也不能用文字来给它阐述写明白。离心攀缘无有诸相，你的心妄心也联系不到我们的这个心，真心。这颗心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那么既然心是这样啊，心既然是这样，所以诸法不是跟它平等吗？法跟心不是没有差别吗？那法跟心如果有差别，就是说明你有妄念。如果你没妄念了，法就跟心没有差别。那么我们把心研究了以后发现，谁发现的这颗心是这样？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佛先行，我们的先行者们已经在我们前面证得这个心了，这个心是这样的。他们说我们的心是这样的，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啊，他说心是这样，他又告诉我们，法和法之间的差别是由于妄念，如果没有妄念就没有差别。所以你看到了，你证得你的心性之后，你就明白，所有的诸法跟你的心都是一回事，就是你眼前看到所有法怎么一回事。所以诸法亦即从本以来，所以诸法也是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为什么呢？法和法之间是平等的，没有差别。你心既然是这样， 那法也是这样。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法也是这样的啊，所以欧益大师说，所以诸法亦即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乃至一直到不可破坏也。啊，一直到不可破坏，诸法也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了，啊，一切有问题要问啊，就是说，那此中应有问曰：经中每言心生灭，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今现见一切诸法种种生灭差别，岂非心之生灭？胡云不生不灭相耶？然后他解，这是提了问题，故今世曰：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譬如异目妄见空花，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譬如疫病既除，则无空花起灭相也。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是刚才对那些提的问题的回答。然后下边是：是故诸法从本以来。那么，所以诸法从本以来性离语言，这个所以是怎么个所以啊？欧益大师又加了一段文字啊，这段文字加得非常好。心既然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所以这就是是故诸法从本以来，所以诸法也是这样的，从本以来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这个事故是什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诸法，因为什么原因呢？马明菩萨没说啊，偶益大师给他贴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法跟心是相等的，是一样的。如果心
啊，是什么样，法就是什么样，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心呢，是从本以来性理语言，所以就是是故诸法从本以来也这样，是因为心这样，所以法也这样，因为法和心没有差别，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那法跟心是二法，我们外边看到的法跟我们的心好像是两个，那么这个法之间，心跟法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话，那我们心是什么样，我们的法看到的法就是什么样，那我们看到的心是这样的，所以是故诸法也是这样啊，所以诸法也是跟我们心一样的，什么样子呢，心什么样它就什么样，那么我们的心啊，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唯识一心，说明真如故。啊，是这样的啊。那么，所以这句就把这句话就给它圆过来了啊。所以诸法也是这样的啊。那么是则，那么光讲诸法。也是这样，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唯识一心，说明真如故。啊，那么他现在唯识一心，说明真如故还没解释，还光说不可破坏了，诸法也是这样。那么偶益大师说，就继续解释，是则，如果这样的话。是则，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啊，推论一切诸佛，佛是法呀，啊，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啊，佛跟众生是，我们说的是有情，我们考察正报。就是我们看谁正报当中有佛有众生，十法界众生，那十法界众生呢，佛法界跟九法界众生是相对的，有差别吗，有差别，佛是佛，众生是众生啊。为什么我们看有佛有众生，是因为我们有差，我们有妄念，你要没有这个妄念，佛跟众生是平等的，是没有差别的。谁呀？佛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看的不是这样？因为你有妄念。如果你没有妄念，是则，那么一切诸佛、一切众生，这是讲的正报，十法界，一切假实国土，这是依报。假国土实国土啊，一切假实国土，这是依报。究竟说到底啊，本质上彻底的说，说到底唯是，唯只是，唯是只是选择，只有一个，唯只意静心为体，只有一个，只是以一个静心，多少个静心，一个静心为体，就是一个体，所有的佛，所有的众生啊，这是正报，所有的假实国土以谁为体啊，有体吗，有体，几个，一个，唯一，只有一个静心为体，就是静心是他们的体，一心之外更无余法，在一心以外就没有其他，于就其他的，没有其他东西了，法就是事物，一心之外更无余法，故不得已，所以我们不得已啊，说明为真如也，所以我们管它叫真如，管着一心叫真如啊，叫真如，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就解释了啊，唯识一心，说明真如，这八个字，偶益大师解释怎么解释呢？
实则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一切众生，一切假实国土，为是究竟为一净心为体。啊，一心之外更无余法，没有其他东西，故不得已啊，说明真如故。为什么要给起个真如呢？这个心的真如啊，你说这心啊是真如，为什么你管这个心叫真如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你看到的一切诸法，一切众生，一切假实国土，就是这一个净心为体啊，一心之外更无余法，没有其他东西了。那我们管这个一心，不得已叫做真如啊。所以你能管心叫真如的原因就在这儿：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啊，那么这颗心跟法是没有差别的，那心是什么样呢？永无，就说了，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盘圆，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所以诸法也是这样平等的。那那个法包括哪些法呢？从正报和依报来分吧。正报那不就十法界吗？依报呢就假实国土啊，所有的这些法，正报法、依报法啊，欧益大师是这么分的，就是净心为体，就这一个心啊。你看的好像有佛有众生啊，有假国土、实国土，实际上这些差别都是由于妄念而造成的。没有这个妄念，这些差别就不存在。这些差别不存在了，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净心为体啊。那么这个净心，我们管的叫做真如啊，心真如。用真如来描述这颗心，真就是不妄，如就是不变。啊，这颗心不妄，这颗心不变，一心，变了就不是一心了。真就是净，啊，净心为体，一心之外更无余法，啊，就是这一颗心，没有其他东西，啊。所以我们管这一心叫真如，这一心没有虚妄相，那所以叫真。这个一心其性不变，其性不妄，它的本性是不是虚妄的啊？啊，它没有那些妄相啊，所有相都是虚妄的，这个心没有妄相。所以管它叫真，妄的反义词是真。好，所有的法都在变，只有这个心不变，所以它如啊，所以叫真如。那么为什么管这颗心叫真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啊，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啊，唯是一心，说明真如啊。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如果没有妄念了，就没有境界的差别之相，就没有一切法的差别。那么一切法没有差别了，那你怎么描述它？所以它的本性就离开了语言，它的本性你就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了，因为语言文字跟心里琢磨都是差别的，都是依据有差别才存在。
啊，所以诸法呢就不能这样了啊。那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不能用语言，不能用文字，不能用心来想象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一心是真如，管它叫真如，强名，勉强的给它起个名字啊，说明，说明就勉强的加一个名字叫真如啊，真如。所以那这里边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假实国土啊。什么叫假实国土啊？国土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依报，依报当中有假的，有实的啊。所以我们先看一看字典上啊，查一查。假实，假与实也。假实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假跟真实啊，假跟真实。那么国土呢，分成假国土，分成呢实国土啊。国土分成假国土，分成实国土。那么我们看什么叫国土呢？假实国土的国土呢，一切有情之住处，一切有情的住处有净土、秽土等之区别啊。有情，十法界有情啊，叫有情，叫正报，他所居住的住处叫做国土，有净土、秽土等之区别啊，有净土和秽土的差别。那么十法界众生，有人住在净土，有人住在秽土啊，所以这叫国土。那么假实是什么概念呢？啊，就说这些土啊，有情所居住的住处叫国土，这些国土有假的，有实的啊，有假有实的。那么所以有四种国土啊，四种国土啊，天台所立，天台宗所立四种国土，就是我们讲有情无外乎居住在这四种国土上啊，住在这四种地方啊。一，凡圣同居土，第一个土叫凡圣同居土，凡人、凡夫跟圣人同时居住在这个地方，叫凡圣同居土。凡夫与圣者同居之国土也。啊，这很好理解了。凡夫呢，啊，就是指的六道内的这些众生叫凡夫。凡夫与圣者出去六道就称之为圣，叫四圣法界。凡夫与圣者同居之国土叫做凡圣同居土。此中国土啊，此中是凡圣，此中有净秽二种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有两种，一种叫净土，一种叫秽土，就是脏土啊。此中有净秽二种，如阎浮提，就是我们这边的现在的众生啊，如阎浮提为凡圣同居之秽土，比如阎浮提是凡圣同居土，但是它是凡圣同居土当中的秽土啊，脏的土，不好的土。如斗率之内功，西方之极乐为凡圣同居之净土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有凡夫啊，有圣人，他们是同时居住在那儿啊，但是那个土不是秽土，是净土啊，这叫凡圣同居土，是最低层的土啊。有凡夫，有圣者，有净土，有秽土。第二，方便有余土，
第二种国土啊，天台宗立的第二种国土，此这个国土谁在那儿住啊？哪些众生不是有情众生所居之国所居的住处叫国土吗？那么我们看看方便有余土是哪些有情住在那儿呢？此罗汉死后所生之国土，这是罗汉阿罗汉死了以后他所生的那个国土，在三界之外啊，离开六道轮回了，叫那么罗汉啊，那怎么叫方便有余土呢？罗汉认为死人死入罗汉思啊，罗汉认为死了以后进入到什么呀？无余涅槃者悟啊，罗汉啊，他错误的认识有法啊，他认识到了人没有我。人呢是由五蕴啊合合而成的，但是呢五蕴毕竟还有生灭啊，所以他怕这个五蕴的生灭，他想进入一种涅槃状态。其实这五蕴法从来就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这一层，他的根性不够，佛只跟他说了人没有我，他对法的生灭还是很执着的，所以他想妄取涅槃，错误的想取得涅槃啊，他认为有法啊，他认为啊，这个他进入了无余涅槃了啊，他认为要进入无余涅槃，实则生于方便有余人，实则他认为他是处在无余涅槃状态，实际上什么呢？是方便有余人。那么为什么叫方便有余土呢？修小乘之方便，修小乘的方法啊，断尽三界之烦恼啊，因而生于歧途啊，所以断了三界的见思烦恼，所以呢生到这个途上，然上于丈夫中道实相之无名根本惑，但是还有一个惑没去掉，还有剩余的啊，这个剩余的惑呢叫什么呢？无名根本惑。这个根本惑呢是障碍了他证得中道实相的，这根本无明还没有去掉，所以管他生的那个土叫方便有余土啊。那么这两种土啊，就是我们说的假国土啊，假国土。第三种国土实报无障碍土，这就是我们说的假实国土的实国土。实报无障碍土，此为断一切，此为这个土是干嘛呢？是这个是断一分无明之菩萨所生之处，断了一品无明了，无明破了一品了，这些菩萨所生的地方，报真实之道，无碍自在国土。那么这些菩萨断了一品无明之后，他所得到的依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实报无障碍土，他是报得的，是因为他破了一品无明，所以他得的果报是什么呢？生活在真实之道无障碍自在国土啊，因为你证得了真实之道，你得的这个报叫做无障碍自在国土，报真实之道，报你证得真实之道啊，然后你获得了这个无障碍啊，无碍自在国土，故云实报无障碍土。四常寂光土，
啊，第四种过错叫长戟光图，也是十，啊，为全断根本无明之佛之一处。长戟光图是四土的最后一土，这个土是谁在那居住呢？是把根本无明全部断完之后的佛住在那个地方，啊，为常住，永远存在，不会破灭。那我们这个国土不能叫常住，有成住坏空。他那个国土常住，寂灭，啊，寂灭，光明，啊，叫常寂光。寂讲的是体，国土的体，啊，不动，啊，灭呢，讲的是没有烦恼。没有起心动念，啊，寂灭，那个国土的众生，体是寂的，寂静的，烦恼是灭掉的，叫寂灭。光明，我们这些土，无障碍土、十报无障碍土、方便有余土、繁盛同居土，没有光明，都是因为无明，还有。啊，那么十宝庄严土是破了一品无明，但是还有很多无明啊。按照原教来讲，一共41品无明，它只破了一品，就破了一部分啊，所以那不能叫光明，有一部分光啊，十宝庄严土没有全部的光，而那个土叫光明的佛土啊，所以这叫四个国土。四个国土真正实的国土，就是我们十报无障碍国土和长戟光土。剩下的那两个土，方便有余土跟繁盛同居土，啊，就是假的，啊，是不真实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假实国土。那么这个意思，啊，就他这一段讲完之后，就把什么部分讲完了呢？戒言全法，他凭借着语言啊来解释真如这一法，啊，来解释真如这一法。那么第二部分显法离言，他要显示出来，你因为你容易执着，哦，我能用语言把这个真如法讲清楚。他第二部分跟手他就说，告诉你这个真如是你的语言，这个真如本身为什么要用真如来描写心的这个真如，是不得已而为之。告诉你，真如本身，你千万不要认为有个真相，有个如相，啊，是这个意思。显示这个真如法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甚至不能用真如来形容，真如也是形容不了它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先不得已必须第一部分用语言来形容真如，第二部分告诉我们其实真如描写这个心也是不对的啊，是不能用真如来描述这个心的。所以显法离言，显示这个法真如法是离言，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啊。所以他说啊，那么这个偶一大师用这个本子呢，啊，这句话啊，从他开始说，从本以来不可言说，不可分别，就是显法离言啊，这个起心论，偶一大师著书的这个起心论里边落了四个字，应该在这个从本以来之前有一个以真如故，因为真如的原因，从本以来，所以从本以来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一切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无所有故。言真如者，此亦无相，但是一切言说终极，以言浅言，非其体性，有少可浅，有少可立。他就说，不是显法离言吗？这真如法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那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你管它叫真如呢？啊？那是他就解释这个原因，为什么我管它叫真如，为什么真如又不能完全的描述它。
那么以真如故，因为这个法是真如啊，从本以来啊，不可言说，因为这个我们的心是真如啊，我们这颗心啊，以真如故，因为它是真如，所以从本以来，从开始，从有这颗心，不可言说，就不能用语言来说这颗心，也不可分别，你也不能琢磨，分别就是妄想，不可言说，不可分别，分别就是想象，一切言说，所有的言说啊，这个分别就是想象，啊，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你看，分别红的，分别蓝的，这是你在分别。这个我们这颗心不能用语言说，也不能用心，用我们的妄心来想它，就这意思。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一切言说，所有的言说，为假非实，只是假的。所有的言说，为假非实。啊，所有的言说是全是假的，为就是为这个字啊，是一个选择性的词，唯有你，只有你，就这意思啊。为假，全是假的，无一例外啊，非实，不是真实的。所有的言说，不仅是对真如的言说，只要是语言。只要是言说，就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啊，就是没有实体的。他言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啊，那么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为什么那言说的是什么东西呢？言说都是假的，所有的言说本身都是假的，啊，同时都是不实的，没有这个言说的对象。作为言说的主体，你言说说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啊，为假非实。那么言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呢？但随妄念无所有无，但在这里边是指，只是随着妄念，啊，所以言说是妄念的表现，它是随着妄念而产生的，但随妄念啊，所有的言说都是随着妄念而产生的，无所有故，没这个说的这个东西，妄念就是不实的啊，无所有故，没有这言语言说的这些东西，但随妄念无所有故，它是只是随着妄念产生，它所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言说的本质。那你要这么说，那是不是就有问题？那你干嘛管心叫真如者？你心真如不是言说吗？这个真如不是你言说吗？不是文字吗？真不是有真相，如不是有如相吗？你不是心有真如相吗？你不是用语言来形容它了吗？为什么你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无所有故？那你怎么用语言了来形容这颗心？他就解释，言真如者，我们在这里说它叫真如，为什么呢？言真如者，他解释者字就引出经中解释，我们之所以提出真如这一个说法，就这意思，是因为此亦无相，我们这里边说的真如也没有相，也是无所有的。你看，但随妄念无所有故，真如有吗？真如是随着妄念产生的吗？是，此亦无相，它也没有相啊，此亦这个也是啊无所有的，什么是真，什么是如，也无所有的啊。但是一切言说中极，只是一切言说中最极的、最极端的。啊，最极端的说法，真
言说有很多种。啊，真如这两个字只是所有言说所有文字所有语言当中啊最极端的说法。言说终极只是言说，我们在用言说来描述这个心啊，这个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无所有故。但是在这些言说当中，我们尽量挑出能够靠近，能够尽量的准确的描述这颗心的词是什么呢？最极端的词啊，最极致的词啊，最靠近这个心的真如的这个描述是什么词啊？就是真如这两个字，是言说中所有文字和言说当中的最极的最极致的描述啊，以言浅言，我们用这个描述真如浅，消除排除所有其他的言语对心的描述，你就不要用言语当中的其他的言辞言语来描述这颗心了。那我们用言语当中的最极致的最最准确的啊，这个描述真如来描述它，我们用真如两个字排遣了消除了排除了所有其他语言的文字对心的描述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哦，你说用语言啊来描述这个心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又可以借着语言当中的最极致的描述来描述这颗心，同时呢我们用这个语言文字把所有的啊文字都给排遣掉排除掉，都给替代掉，都给他们去掉，就用真如这两个字，用这个真如代替所有其他字啊，排遣其他的文字，那么其他的文字都给排除掉了。那么这个时候非其体性有少可浅有少可离，这个时候你就会说哦，真如里边我用了真如这两个字来描述我这颗心，并且用真如把一切其他东西的言辞都给去掉了啊，那是不是真如体上我把这些言辞都替代掉都排除掉，是不是那么这些言辞所描述的东西都从真如体上找不到吗？这个真如体上真的没有这些东西吗？你不用这个语言来形容它，你比如说我不能管真如叫光明了，因为我已经用真如用言辞当中的真如来描述这个真如了，来描述这颗心了，我用光明我用真如代替了所有语言对心的描述。那么语言有很多啊，我用真如排除了所有的语言来描述这颗心，那么你这一排除，你是把文字把其他的描述排除了啊，并不是这个真如体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除掉的啊。你比如说我不用光明来描述真如了，描述我的心，那么我这个心难道就没有光明吗？那非其体性有少可见，并不是因为我这心没有光明然后你就不用光明来描述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认为。非其体性并不是他的身体的自体的本性有什么可以去掉的，所以我不用这些言辞，你去掉的只是言辞对他的描述的言辞，而不是去掉这个体性当中的东西可以排除掉啊，说这个真如体性当中没有光明，所以我不用光明。你用真如代替了光明，你只是把光明这个词代替了，你并没有啊，你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真如的体性当中啊没有光明啊，是可以真如体性当中啊是有东西可以排除掉的。
你能排除掉的只是言辞，啊，并不是体性里边有一部分体性可以排除掉，啊，非其体性有少可浅，啊，有东西可以被排除掉的，有少可立。那么不能排除掉什么东西，从真如都去不掉，那真如里边就什么东西都有呗，有少可立也没有。你千万不要认为没有东西可以排遣掉，那就是东西都在里边啊，那那里边就有东西，就可立可浅可以去掉，可立可以存在啊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啊。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镜子，这个镜体啊，真如啊，我用真如来描述这个镜子镜体啊。那么因为这个镜体是真如的原因，所以从本以来不可言说，不可分别啊，一切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无所有故。言真如者，之所以我拐这个镜子叫真如，真如，千万不要认为这个镜体有一个真如相，也是不存在的。镜体有什么相啊？相都在表面，深入到镜体内部，什么相也没有。我可以管它叫真如啊，但是里边没有真如相。那为什么你用真如来描写这个镜子体呢？只是说所有语言在描述这个镜子体当中，只有真如这个语言最能极致的充分的在语言当中啊，如果说我们前提是必须用语言来形容它的，那这当中真如这两个字的语言，这个语言是在所有语言当中对这个镜子体最极致的描述，最准确的描述啊，虽然不真实的描述，但是在不真实当中它最真实啊，一切言说中极啊，我们用真如啊来把所有对镜子体的描述的语言都给去掉。那比如说我们说硬去掉，你可千万不要认为啊，你用真如把硬这个词去掉了，你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镜子体当中有一个硬啊是不存在的。你千万不要认为真如里边这个镜子体是没有硬的，所以我不用硬来描述它。没有，没有你说那个硬啊，真如镜子体当中没有你说那个硬，也没有你说那个不硬。你说我不用硬来描述这个镜子体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镜子体里边没有硬，所以我不用硬来描述啊。既然这个镜子体没有不硬，那它这里边就有硬啊啊啊，那么你也不能这么认为镜子里边就有硬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能用语言来描述这颗心啊，你是用真如来描述这颗心。那还有这么多语言你都不用它来描述这颗心，你可千万不要认为你不用这语言，这些语言不用了，所以这真如体当中，我们的心体当中就没有，就可以排除掉这些东西啊，不存在这些东西，明白吗？啊，比如说我不用诗来描述我的心，那我的心里边就没有诗啊，没有这样啊，不是说心体里边没有诗，所以你不用诗来描述它啊。那么这个心
虽然你不用诗来描述它，你并没有把这个诗从它的体性当中去除掉。啊，那这个诗没有从心体当中去掉，那么这个心就应该有诗，你也不能这么认为。这个心也没有你说那个诗。所以你这个诗字不用，并不说明这个心体没有诗这个东西。啊，对吧？就是不是说这个心体当中没有诗这个东西，所以你不用这个诗字。没有。那换句话，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诗不能从心体当中去掉，那么是不是这个心体当中就有诗呢？也不能。心体当中就没有这个诗，所以你不能用语言来形容它。就这意思啊。所以从本以来，以真如故，从本以来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一切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无所有故。言真如者，此亦无相啊。一切言说终极，但是一切言说终极，以言浅言，非其体性有少可浅啊，有少可立。那意思是说，你用真如可以排遣排除其他的文字，但是真如体性当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排遣出来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排遣出来，那就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有，也不存在啊，就这意思啊。不是它的体性，你用真如可以排遣语言，但是它体性当中这个真如体性是不可以被排遣的啊，真如体性当中是没有东西可以被你排遣掉的。那么真如体性当中，那就应该存在很多东西，也没有存在东西，也不能把东西去掉，也不能说有东西存在啊。我们的心的真如体当中不能去掉任何东西，因为它没东西，没有东西不能去掉任何东西，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就容易落到这个心体当中，真如体当中什么东西都有，也不可能，你也找不到什么东西，你既去不掉什么东西，你也找不到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上几讲啊，前几讲我们讲了这个电，电啊，我们用电来描述一种能量存在形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热来描述这个电呢？我为什么用这个电字来描述这个电呢？它是言说终极，它是言说中所有文字和语言当中最能够反映这个能量存在形式的词。其实电也没有像，你拿出个电来我看看，对吧？拿不出一个电。所以言真如者，就相当于我们这说言电者，此亦无相，电也没有像。但是一切言说终极，只是这个电是一切文字描述当中的最极致对这种能量形式存在的描述。一言浅言，我们用电把所有的文字都给排除掉，非其体性有少可见，并不是因为这个电的能量存在形式这个本体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掉。我们不用热，你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个电的电体当中，这个体当中有一个热被你给去掉，是不存在的。那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电体当中去掉，那么这个电体当中就应该存在所有东西，包括热，包括动，包括冷，有少可立，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找到。啊，你说这电，我不用热来描述它，啊，这里边没热，不能这么认为。那你说，我既然不能用热去不掉，那里边就应该有热呀，里边也没有热。
啊，所以电呢，它通过电器、暖气，它可以变成热，啊，它通过空调可以变成冷，在电里边确确实实没有热也没有冷，啊，你所说的电，啊，都是电的作用，通过电器所产生的作用，而这些作用确确实实不是电体。你说热是电吗？冷是电吗？量是电吗？都不是电，所以我们用这些词是不能描述这个电体的，这个能量体的。那我们总得给一个词来描述它，来代替它，那我们就用电。但是这个电也确确实实没有一个电相，你拿出一个电来我看看，没有电相。那么你为什么要用电呢？就是要把其他的描述都给去除掉啊。换句话说，你就不能用，你就别用热来描述电了，你也别用冷来描述电了啊，这些词都被这个电字所替代了，都去掉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这个电体当中啊，我的体性当中有没有热啊，没有冷，可以把冷从电体当中去掉，可以从把热从电体当中去掉。为什么呢？因为电体当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掉的。电当中有热吗？你说电没有热，电不是热啊，可以。但是你不用热来描述的电啊，你就认为电这个电体里边跟热没关系。嗯，从电的电体当中把热彻底的去掉，不对的，不能去掉。电里边电体当中没有热让你可以去，也没有冷可以让你去，没有你说那东西存在在我电体当中，所以你去什么呀？没有电里边没有光，所以你想把光从我电体当中去掉也不可能，因为我就压根儿就没有光，你怎么把光从我这拿走啊？去掉去不掉啊？所以非其体性有少可见啊，叫电的本身的体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排除掉的。那么既然没有排除掉的，容我们就容易想，哦，那电里边是不是包括啊，热既然不能从电当中排除掉，冷也不能从电当中排除掉，那是不是电里边就有热就有冷呢？也没有热也没有冷，没有热没有冷，所以你没法排除掉啊，所以没有热没有冷，所以它你也到里边找不到它的存在，非有少可浅有少可离，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下面再往下看啊，偶一大师的解释。嗯，啊，我们再看偶一大师的解释。那么偶一大师说，此名啊，在这儿这一段就阐明了心的真如性啊，即是啊，这一段文字啊，阐明了心的真如性，即是一切法真如性啊，心的真如性就是一切法的真如性啊，言语道断故不可说，所以不能用语言来说，说了就不是你说的那个真如了，你只要用语言来描述它，你的描述就不是那个真如。心行出灭，那么你用心来琢磨这个真如的时候，这真如就不是那个你心里所想的那个真如，故不可分别。所以分别就是你心行嘛，你的心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啊？就是在这分别嘛，所以你想的一定不是那真如啊，所以此名心真如性，即是一切法真如性啊，以真如故，从本以来不可言说啊。那么就是说，此这里边说阐明心的真如性就是一切法的真如性啊，言语道断故不可说啊，不可言说，不可分别啊，就这八个字啊，起心论当中说不可言说，不可分别。偶一大师怎么说的？言语道断故不可言说，
心行处灭，啊，故不可分别，啊，且如世间之物，那况且退让一步来讲，这个且就引出一个退让，且如况且就像就如同且如，咱们不说真如了，咱们就说世间的况且如世间诸物，咱们啊，况且退一步讲啊，真如咱们没见到，不是属于世间物啊，咱们就说世间物，退一步来讲，况且如同世间的诸物，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尚且患火不热，你说火它热吗？啊，患水不湿，我们说火你嘴里热吗？不热。水你嘴里会湿吗？也不会湿。所以世间的事物啊，你都不能说，不可言说，对吧？你说火换火就是叫火，火你看不热，水换水就是叫水，你也不会觉得湿啊，故亦不可言，所以也是不能说的。念火不烧，念水不侵，你想这个水火呢就烧起来了吗？你想这个水就被浸住了吗？啊，故亦不可分别，所以你也不能用你的分别来想世间的各种事物。且如世间之物，我们就且如的意思，我们就先拿世间之物来讨论，尚且都不能啊，就是都不能换火，尚且都有这种现象，什么现象？换火它不热，叫这个火它不热，换水叫这个水它也不湿，故亦不可言说，所以也不能说呀。念火，我想这个火它就烧起来了吗？念火不烧。念这个水呢，我想这个水就把我泡起来了吗？也不能。念水不侵，侵泡的意思，被水给淹没了啊，故亦不可分别，所以世间的事物你也不能想，想什么就是什么。嗯，啊，况复真如第一义谛，离过绝非，为是自觉圣智之所明证。更何况啊，况就更何况，再说了，况复再说啊，更这个复就是更何况，真如是第一义谛，还不是我们世间所能看到的事物啊，离过绝非啊，离过绝非啊，没有过错，没有不对啊，过就是过错，非就是不是啊，离过错啊，就这样，唯是自觉圣智之所明证，他只是自觉自己觉悟的圣人的智慧所明证的，明不是显证的，不能用语言来显说，不能用文字来显说啊，他是靠冥冥之中证得的，是不显的，在不显的状态下证得的，他不能用显现的方法来表述这个真如。你说真如是什么样？真如可以说，真如可以想，都不行。他是圣者，自觉圣者，是你靠你，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你自己的觉悟的智慧，在不能显现的方式，用不能显现的方式，不能描述的方式，不能想象的方式当中，冥冥之中证得的。明就是隐的意思，不显的意思，叫明啊。如何而可言说即分别也啊，真如那是第一义谛啊，离过绝非啊，
离过皆非，没有过错，没有不是，啊，只是他只能靠自觉的圣智，圣人的智慧，啊，智所明证，智是能证，啊，这个真如是所证，真如是理，智理是一对儿，真如是理，智啊，理智，用理来证，用智来证得理，真如是理体，圣智是智慧，圣人的智慧证得这个真如的理体，是这个意思。只能这个真如只能靠我们圣人的智慧去证得它，而不是靠我们的言说和想象能够得到的。你可以得到，但是你要用圣人的智慧去证得它，不是用言语啊，不是用心啊想象到它，用言语描述到它啊，能得到，但是啊是靠你没有念头的圣智，为离念智之所证得啊，是离念的智慧叫圣智。什么叫圣智？就是没有念头的智慧叫圣智，只有这种圣智证得真如啊，啊，不能用言说，不能用心里琢磨，心里想象去碰到这个真如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到此地，下次呢，我们从这儿啊再接着讲啊。谢谢大家。